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，超多款式，总有一款是你的菜。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。已经有几日没有发微博的李玟今天发微博称，小彤彤突然离世，并表示小彤彤永远会在他心中，会记得和他跳舞唱歌的每个瞬间。网友们对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悲痛，纷纷表示道，愿天堂没有病痛。小彤彤是在2016年9月通过台湾爱心组织表示想见偶像李玟一面，李玟知道此消息后欣然同意，愿意为小彤彤圆梦，并且将自己的歌曲作为礼物送给他，陪伴他。见面后，小彤彤表示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在现场观看一次李玟的演唱会，而李玟并没有忘记小粉丝的愿望，为他准备在最新的一次演唱会在上海圆小彤彤的梦。在全场粉丝的见证下，他们合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了小彤彤，陪伴他对抗病魔。此时的小彤彤也因化疗掉光了头发，让人不由得看着心疼。这样的场面曾一度让在场粉丝落泪，在娱乐圈中也有不少明星为粉丝悼念的，比如赵丽颖与刘亦菲等等。不管这些明星处于什么目的，但是他们的本意是好的，能为粉丝们做出这样的事是值得大家去粉他们的。在这里愿天堂没有病痛，愿小彤彤可以在另一个世可以幸福快乐的成长。